我觉得你身上面外蛮好看的。我可以直接观察你的外套，还观察你的包。这我昨天才线上下定，然后收到的耶。刚入手的。真的。Culture style 管理的时尚。我今天来到这里是要接受 Vogue 的挑战，要当 coach 时尚大片的一日企划。我不但是要当一日企划，今天拍摄的主角也还是我。在这一片混乱菜鸟企划的心情当中，我要请到我的小帮手了，真正的 Vogue 的时尚编辑，欢迎一梦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协助乔乔，对，担任今天这个 coach 大片拍摄的一日企划的工作，专业的啦，或是有时候风格如果不够好，就要请你帮忙了。但是呢，在进行之前，怎么样？我们要先玩一个刺激的小游戏，哈，噔噔，你认得吗？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，这是时尚涂鸦大王 Fosty 的作品。其实很好玩的，可是你只有一分钟哈。哎，这里大概有几十平，所以我们是啊，开始了是不是？好好好，那我要找到这个联名的作品，对，这个系列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啊，一方，我找到了。怪不得你们要藏起来，因为这实在是太显眼了。我说这个橡胶是不是代表他的好朋友 Andy Warhol？ 真的很厉害，你有在做功课。酷哎、欸！还有刚刚看到这个，我也觉得太可爱了，就是 Coach 好友嘛。对，真的很小恐龙啊，精神领袖出现了。对，但是你是不是就是这一只？哎、欸，一模一样。我刚刚就在想，这外套也很好看呢。你会发现 Basquiat 的画里面有，你会看到各式各样很多的皇冠，好酷哦，也是一样，很多面，然后不同的拼接链子。对，你选好了吗？要再去真难选，真难选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硬壳的我也非常喜欢。然后还有一个，我帮我拿一下，我刚刚看到的，在这边，这个。也很可爱，你摸摸看，它其实有刺绣，还有亮片呢。对，然后它的鸭纹其实都是立体的。嗯，然后其实这个上面 Basquiat 他画的是帝国大厦，而且我发现啊，这是不是个倒 C 啊？对，这个就是特权有名的 C 字扣，然后而且这个这样开、嗯，对，它是秋季最新款的。哎、欸，它夹层很多哎、欸，里面还有扣子，夹层也还有扣子，飞法也很多。等一下拍的时候可以再研究一下。而且我觉得最酷的，我就是喜欢这个，后面有个袋子，可以塞在手机啊、小钱包啊什么什么的，相当难抉择。我觉得你今天选色这个可能比较适合，更搭你今天要拍摄的衣服。好。就这么决定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拍一个涂鸦的，然后再拍一个这个 Ellie， 对不对？耶、yeah! ，拍起来了，好厉害，强，我们就出发了，走，拍起来。所以我这一套是用这个发型嘛，然后等一下好像会有一个帽子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刘海这边卷起来，对，就把它弄出来这样 ，OK。好，我们要不要换换看不同杯子吧？好啊，好啊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蛇皮的这个暗扣超美哦。对，我当初也是因为这个部分很吸引我，对不对？很有个性。然后我觉得这种提花织布还有牛皮的拼接就很经典，而且现在这种 logo 啊、logo 的提花很红，蛮常背着上班的，就不会说你平常拍一个 IG 照就觉得好像太有距离感或什么，但又很时髦。哎，那个时尚编辑，你的手机响了。哎，我帮你拿哦，我帮你拿哦。不好意思，手机响了吗？哎，我接一下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那个时尚杂志很爱叫我们搬女艺人的包，我们来偷看一下时尚编辑，趁他在讲电话的时候，看他包包里有什么。
你这个，我刚刚打听了一下，我们这个包里有7个夹层，所以我们可以大翻特翻。你这样会很过分啊，就是趁你在工作。好，我们要照片喽。哦，好好好。他应该没发现。有没有特别喜欢？我觉得蛮酷的哎、欸，而且我今天觉得我们几个 style 就是让比较敢冒险的人就可以去选这种 Basquiat 的涂鸦，就很大胆。对。然后我觉得一般上班族应该这个 Ellie 包他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穿搭的灵感，对，比较都会感的。对，都会感，然后实用性又高的。今天你给我打几分呢？200分，满分1000了吗？好啦，那今天 Coach Your Style 一日企划就大成功，大成功耶！ Yeah, 谢谢小乔。对对对，有一个重要资讯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商品资讯，要关注 Coach 的 LINE 哦。谢谢，谢谢前辈。